113年全国武艺展演再度来到基隆举办，超过6000位的选手齐聚基隆体育馆，展现10多种武道运动的特色。这场活动是由中华民国县市体育会联合总会、台湾体育总会跟基隆市政府基隆市体育会共同举办。开幕式中，市议员陈明健、陈怡、吴华嘉和郭美秀等贵宾都到场共襄盛举。基隆市长谢国良一进场就受到运动团体的热烈欢迎，同时大家也为市长谢国良加油。谢国良加油！谢国良加油！国良国良，我挺你！国良国良，我挺你！国良国良，我挺你！汪威理事长还有郑理事长给我们的鼓励，我们会继续的努力做好我们的工作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，市长加油！谢谢，这是我们连续2年在基隆举办全国的武艺展演。那要跟大家报告，我们非常欢迎大家今天能够过来，尤其是外县市的朋友，也希望大家不管是舞蹈比赛还是训练结束后，可以到基隆各地走走看看。我们现在美术馆也重新开幕，也有一些不错的展出。这个场地我们未来预计在下半年也从中央争取大约2000多万，市政府负责1000多万，一共4000万要来修缮这个场地，希望未来大家过来这个地方比赛演出训练的时候会更越来越好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。6800位哦，爱好武艺的来这边参加，还要感谢我们全国的理事长郑理事长以及我们处长大力的支持，所以美术都办得非常成功。哎，这个体育活动哦是非常烧钱，但是我们理事长哦就一直找钱，把体育活动办得非常好。带给大家健康又美丽，哦，又可爱，哦。113年全国武艺展演，来自全国16个县市，包括金门，有6800多人参加，包括我们昨天啊，柯达、北都、华国、长荣都客满，而且我们餐厅也都客满。办这个活动不止运动，而且也带来我们基隆市啊。的商机，因为我本身是基隆市商业总会理事长，我最有感觉到，包括我们的旅馆业、餐饮业卖便当，包括卖纪念品，都有一笔不小的收入，所以希望说我们小爱爸爸市长最支持我们的全民运动。台湾体育总会连续10几年，特别在基隆市，在我们谢国良市长的全力支持，举办了好几次的全国的武艺的这个展演，让我们13个运动舞蹈项目所有的这些好朋友能够以武艺来大家做一个交流。全国性的运动活动为基隆带来人潮与前潮。中华民国县市体育会联合总会总会长郑锦周说，在市长谢国良的全力支持下，9月份的全国健走活动也将来到基隆举办。花莲4月3号大地震，全国健走3万多人没有办法办，就应该市长讲，市长要接回来基隆，全国健走9月7号在基隆。我们掌声谢谢市长，谢谢市长，欢迎9月7号再到基隆。我们现在6台150cc 的摩托车，100台的变速脚踏车，欢迎全国到基隆运动中大奖。今年参加全国武艺展演的选手们，有小朋友、青少年，还有80多岁的民众，大家武力全开，带动运动风气。市长谢国良也颁发感谢状给长期协助体育活动发展的各单位，在各界的努力下，让基隆成为一个快乐运动、活力满满的城市。记者黄日升、陈淑平，基隆报道。